你放心，有我爹，什么事拢唔免惊。来，干杯！唔免搁倒啊，我要走。哎，你走也要走，人佫想要饮嘞。也毋过伫客厅啉酒，你哪有甚物意思？总裁，啉酒，敢毋是伫客厅啉？敢讲总裁，你想要去泡伫浴缸内底啉哦？假使哪能安尼，我无反对。安尼一杯啉煞，咱换去别个所在，来去我浴缸啉。爽快！你的浴缸伫倒位？当然嘛是伫我的房间内底。好，我先入去参观你的房间，你甲酒灌入来。你敢真是要走？当然。安怎？你后悔了是无？我是不敢抱你走。安娜，有一挂代志唔免我讲，你家己嘛应该知影要安怎做，因为讲嘛是假讲的。我是一个有某有囝的人，就应该倒转去厝内。我较介意看你欢欢喜喜送我出门。安尼就对啊，你真乖。我实在想袂到，我竟然害你。你莫阁讲无去。假使讲你若后悔，我即马就应答应你，以后绝对袂阁来恁家浸伫你的浴缸内面。总裁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今日以后你就袂阁来我家是？讲，你阁邀请我来，我送你出门。莫想遮济，较早休困，明仔载咱伫个公司见。
任务完成。我要打，这杯我先敬你。你讲了一句话，阿汤，你敢知我拄只已经洗三摆身躯，安那洗我就感觉我洗袂清气，你知无？燕啊，我知影你的心内可能感觉真委屈，但不过这嘛是必经的过程。其实你应该感觉真欢喜，因为你又搁成功完成这一步。我是当初要答应你和你妈妈，替你做出这款的代志。自从林春走了后，我开始看袂起我家己。我感觉我已经为一个良家妇女变成一个贪食查某啊！你爱伊。我甲我妈妈的心内，真正拢真感激你。其实你心内哦，嘛不想安尼乌白乱想啦。好啦，听我的话，莫搁你妈，晚较早困。我真是希望我晚暗困得去。其实今日我心情有哪无好，我搁用纸张写给你。是安怎？伊是搁安怎写给你啊？是我妈妈。那你老婆在这？是毋是黄志忠去投什么？恁爸爸搁要跟你见面啊？真有可能。妈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我的房间今毛加三个毛钱啊啦！伊逼我倒来打电话叫你回来，啊那无就是要甲我拆一楼吧？你看是要安怎才好啦？你敢有生理？有啊。我老公，咱敢那是替用咧看守。你都信不信嘛？你即马叫林平春来跟我讲。你电话无啥物通我讲的。你先叫伊来听电话就对。志良讲，伊要先甲你讲。不管你即马在啥物所在，你做啥物代志，马上甲死倒转来。那是我即马是伫个燕阿家替你去砌卡砖的。你讲啥物？今日用你甲燕阿做过的代志，你应该无放过伊。叫恁朋友来听。总裁，歹势啦，我有悔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招招那和你发生迄种关系。我现在很害怕的，我怕我做的这件事情让我发现了，我不但会无面好做了，我也会害你的民主尽早落地。总裁，我不知道现在我到底是要怎么做，抱歉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没答应你做伙。原谅我一时糊涂，我请你原谅我。你先较冷静，你先好好照顾志良。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，拢等下明仔再照顾讲。我即马免甲伊讲话啊，你叫伊好好休困就好。再见。